挺纯毛的。哎呦，没有了。好了，好了。我喜欢。好嘞。东北在地不外，你们都有一点纯毛。哎呦，没有。哎，大家。店长好，店长。来讲一个女朋友的故事，只有一个是住在台北，然后我跟我太太认识，相亲，然后她成为我的女朋友，那我邀她，她立马来问屏东住快快，啊不，唔在是强盗窝啊，在那住啊，她说没有，要那么远不去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铁，去到屏东都要见面，然后我那边所以她不去。哎，我们秀上是。掌声鼓励，太棒了！好，恭喜马上要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